七宝绝食了，快去看看吧。七宝，你为什么要绝食啊？知不知道这样我们会很担心你的？因为我长得又丑又胖，大家都不喜欢我，这样的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，还不如饿死算了。你怎么会这样想呢？大家都很喜欢你啊。你不要再骗我了，我什么都知道。阿姨你好，我叫七宝。七宝，你这也太胖了，怎么会有猫长得像猪一样，一点都不可爱。你看他的脸怎么长得那么大嘞？看着也不像是蠢蠢猫啊，是个串串吧，真丑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大家都讨厌我呢？后来我才慢慢明白，即使我什么都不做，大家依然会恶意评价我，伤害我。我没有做错什么，但我长得不好看就是一种错。他们说出那些难听的话，不用付任何代价，所以才肆无忌惮。你为了他们绝食，根本就不值得。善语结善缘，恶言伤人心，有些人不懂这个道理。没有人能长成所有人都喜欢的样子呀，你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。别难过，你还有我和小圆子啊，我们永远爱你。奇